哈，早点来还可以拿到这个特别的礼物，待会这个哨子全部都拿回去当纪念品。哦，待会我们就用哨子声，我们来迎接我们的这个姐姐谢金燕啦。欢迎回来，2013我们的新北市月夜耶诞演唱会。走了，听了一连串的女唱唱出来，我们其实还没有累，对不对？最后压轴的是谁啊？还不够大声，要够大声，我们的姐姐才会出来，是谁？准备好，一起来迎接我们的姐姐谢金燕。
好开心见到你们了、哦，姐姐今天辣不辣？辣！裙子超短哦，喜欢吗？喜欢。OK。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今天的歌单了。为什么都会唱那几首呢？其实每一首都很红，所以怎么唱都是那几首。但是为什么呢？最主要是我要让你们听，听到烦，听到不想听。我要轰炸你们！哇！接下来，好不好？跳起来！枪在我们的肩上。现场刚才就跟我一起跳起来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没跳起来的？没有跳起来，宅戏。OK， 那你们都知道我要唱什么？接下来我要唱什么歌？现在轮到姐姐了吗？就你唱。现在先来唱这一首，唱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，唱也唱不完的一首歌。Let's go!
小计算，爱上我电话里的世界，接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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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针跳针，咔咔的咚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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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针跳针，咔咔的咚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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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针跳针，咔咔的咚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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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针跳针跳针，叫我姐姐。跳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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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今天呢，可以说是抢先目睹了我们姐姐谢金燕的年底的跨年大秀，再次热情的给我们的谢金燕掌声鼓励一下。今晚嗨不嗨，各位？哇，真的，我想今天晚上的这个呢，月夜耶诞演唱会真的有你们的参与，所以我们才这么的嗨，也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那我想今。